身处于刷屏时代下，蓝光辐射无形中已成为人们潜在的威胁。无论什么年龄层，过度依赖电子产品已成为现代人的通病，这也导致人们长时间暴露于蓝光辐射之下。研究发现，长时间暴露于蓝光下会对我们的双眼产生有害影响。蓝光会渗透到我们的眼睛深处，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甚至会导致短期和长期的视力障碍，影响我们的生活。 Gummy Visio， 一种能为双眸健康带来乐趣的营养软糖，借由过滤、保护和重建，由内而外为灵魂之窗进行充电，并能抵御蓝光辐射的危害。 Gummy Visio 内含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成分，皆以全天然方式萃取自万寿菊花，并根据美国眼科研究所支持并推荐为有益于视力健康的摄入比例配置而成。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是眼睛过滤有害紫外线和蓝光的两种重要组成成分，强大的抗氧化剂成为双眼的内在防护罩，通过中和有害光线来保护细胞免受光诱导的氧化应激和自由基的影响。研究还表明，摄取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增加黄斑色素密度，重建受损细胞。 Gummy Visio 获得国际质量保证，绝对可以安心服用。 Gummy Visio 不含防腐剂和肤质，适合素食者食用，无糖，无人工香料和色素。轻便的包装让您随时随地可享用。今天就让 Gummy Visio 成为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起嚼出健康的灵魂之窗，为双眸健康带来乐趣。